今天莅临 Steel EV 的一个新闻介绍会，然后我们Steel EV 呢是为大家提供Month by Month 的电动车的订阅服务。这边是我们四台展示车辆，分别是 Model 3、Model S 以及两台 Model Y。这边请您回到 Model 3，可以带您看一下 Model 3里面的内饰。Tesla 作为目前电动车领域的领头羊，有着非常先进的技术。您这边可以观察一下里面的内饰，非常的简洁大方。Model 3是一款 Tesla 的基础车型，我们这边也有 Tesla 系列的一个豪华车型 Model S， 请您往这边移步。Model S 的内部呢，采取了目前最新的 Yoke方形的方向盘，也是目前非常吸引大众的一个卖点。除了基础款以及豪华版，我们还为客户提供了中级的 Model Y 的一个选择。Model Y 呢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紧凑型 SUV， 更适合北美的家庭的需求。尤其是北美这种家庭带有两个孩子，然后后排座椅放两个儿童座椅，非常适合家庭的旅行以及出行。这是目前我们四台展示车辆，稍后我们会在新闻的宣讲会中为大家详细介绍我们 Steel EV 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主营业务。谢谢。